我摸一下。这个虾就厉害了，它这个叫海神后啊，应该就是刺身里的爱马仕。咱们看这个虾咋样？哎呀，这个头我估摸着吃不了。这个虾花200多块钱一只买的，看这肉，虾线，虾线碎点啊，这虾线忒脏了，要黄色软糖。我寻这种虾挺鲜甜的，我都没准备料。这个买的时间有点长了，放冰箱冻的。三口。从这块儿都切掉了啊！我刘海不是出油，黑虎虾，thank you。